自威人啊，对不对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万能乐音社的社长陈威仁。其实我觉得好难为你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再聊一下天，因为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蓝桥乐团。真的有这个桥吗？有点蓝，所以就叫蓝桥。在哪边啊？就万能科技大学。你在拍吗？OK， 哦，威仁可爱哦。你知道你刚做那个九号公路是今天神棍乐团的歌吗？那你怎么敢选这首歌？因为我们也是来看神棍表演。啊，是这样吗？那你要把他歌唱掉？他们刚在台下说，哎、欸，他们把我们歌唱掉了，然后换歌了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你应该刚刚要 cue 我，我就会上来请 Obi Wan 他们来帮你一起唱，这样子，因为我也有唱过九号公路，我们以前也一起合作过，所以应该可以热闹一点点这样子。好，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次我们那个客家，就是我们晋级的校园哦，晋级校园，中央大学晋级校园，其实是一个跟客家有关的音乐会。你们本身有客家人吗？在团里面？有，我们的鼓手他是客家人。啊，会讲吗？我要问一下，问一下好了。你哪位客家人啊？主动人，主动人啊，新中人啊，你老爱强调没？你爱没新中人呢？你真的是主动人哦，不是因为我是新竹人才讲主动人吧？啊，我有时候在桃园，我都说我是桃园人，因为桃竹苗一家嘛，对不对？那很近啊，啊真的、哦，你打鼓打几年了？七年了，那不就是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了？哦。加入蓝桥乐团很久了吗？还是今天临时被揪来？临时被揪来，真的假的 ？OK， 不过我觉得，在这整团里面，其实我很希望看到你们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客家的元素在里面哦，因为我相信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一开始做客家的音乐的时候，其实会的客家话不太多，大部分都是一些有的没有的嘛。然后后来就是越讲跟同学之间越讲越好，其实我以前来。桃园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发现，原来我讲的这个腔调叫海陆腔调。然后后来发现，原来在桃园还有很多讲四线腔调客家话的人。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情的。所以在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互相交流一下，我希望未来可以看到你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客家的创作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等一下欢迎，哎、欸，怎么来上来一位那个小阿哥？小阿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您是？我叫郑浩，郑浩，您现在刚才为什么不唱？刚才为什么没有上来唱？因为他刚刚不知道，刚才真认真要扣钱，你知道？好，开玩笑。好，我们那郑浩接下来要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作品吧。我接下来要带来的是谢和弦的《千辛万苦》。OK， 我们掌声谢谢，欢迎蓝桥乐团。